作品，由新加坡演艺协会呈现，作词作曲许桂林老师，导演陈天颂老师，监制洪国立老师。这三位老师呢，都曾经是新传媒资深艺人。请看他们的表演。Thank you.
风，就去查问好福利金做福利。人员呢，找回龙马的，或者到县主工地挑洒扛砖，鱼头上戴着红色的头巾，所以称之为红头巾。
一样，你误会他的意思了。他的意思是说他不明白，不是要去打巴士。给我呀，给我一个好台剧，我有会有啊。他的意思是说他想去厕所，一点都听不懂，华人怎么不讲华语的？对呀、啊，干嘛华人不讲华语呢？是啊，大家讲华语。当时的社会有很多方言，方言啊，潮州啦，你讲乜嘢啦，客家音啦，做乜鬼啊？妈的，造成很多语言上的冲突，所以政府就推动鼓励讲华语。电池厂工人，这些都点亮了整个新加坡。